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李啊。现在还在这个柬泰边境波贝这个市区哈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现在是6-7点钟啊，因为疫情的原因呢，人员非常少啊，很冷清呐。刚才给朋友来到这家店吃这个火锅。因为忘记带 SD 卡，哎呀，这里面的小姑娘很漂亮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一定要来拍一拍。吃的东西也不贵的，一个火锅，肥肠火锅12000了，这种有海鲜的，26000一份，美女很多，帅哥很多，没陪的你。呀，拍下来里面拍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区的环境呢。其实这个火锅在金边拍很多次了，我们吃很多次了。它这个来源是泰国的哈，这个吃法。本来我不想拍什么，但是这里面小姑娘好看，这几个不好看的，还有好看的这里面没出来。等一下，有烤的那个什么的 ，menu 是谁？老板娘吗 ？boss， 是的 ，boss，yes 啊，老板姐不在怎么说？老板娘很害羞，很漂亮，很年轻。老板娘在搞装修的，给大家拍一下，搞灯装修的。OK 吗 ？OK，Thank you。OK 吗 ？OK。这个是什么薯条？大家看一下这个小妹妹好看不好看？漂亮。How old are you? English 很好看。干部姐叫史丹山。史丹山。美女很多，全部站在那个玻璃门那里看不到了。哇，这么一大杯的。这么一大杯的。加给小杯子。这么一大杯100啊。100泰铢啊。啊。那便宜啊。100吧，我不知啊，我看的是100啊，100，一张就100块钱，便宜啊，看看，这什么？沙拉，沙拉样的，你要看看，是不是像沙拉？阿坤，这样来啦？你问他这个叫什么？不知道啊，我以为是果汁了，不是果汁啊，鸡尾酒样的，你喝看看。肯定有度数啊，否则它不像这个小杯的装啊，这完蛋了，这喝得完呢？不会啊，你看看，有鸡尾酒了，鸡尾酒的味道了，水果条的那个鸡尾酒了，也，鸡尾酒配这个薯条，是不是洋枪加头炮？还是对头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头的？对头吗？对，确定对头吗？反正我是没吃过的。那洋枪加头炮的，哈哈笑，给人家笑死了。他们年轻人喜欢。对啊。给大家看一下边上的美女，老板娘，人的漂亮啊，屁股大，身材不咋的。大家看一下这个，这个小美女，那害羞了。街上，这个美女拍好了。Hello。啊。我告诉她我拍视频呢，免得她
看我们两个老色了，女人还想调戏我们的年轻的老板娘。你告诉他以后，他就比较理解了。你会说几台呢？大波本呢，先生？大波本台。这个店美女一大堆，出来特约司机没拍到。Hello， 先生，给我拍一下。哎呀，漂亮！舍不得给我拍，来哟。YouTube 吧，美女还害羞的。YouTube 吧，懂我了 ，YouTube 吧。这个店不大，美女不少。看一下，店不大，美女不少。又来一个美女，多不多？又是个美女，多不多？看一下，又是一个美女。美女老板娘加员工。你大堆，躲着干嘛？哎，婶婶，你还躲着干嘛？哎呀，你这个没看到，这个小的没出来呀、啊，这个刚刚哈。干部姐，啊，你叫菠萝山是吧？哎呀，他菠萝山是吧？你是雷山是吧 ？OK 啊，OK， 他是懂，听得懂吗？好看的这小美女，看一下我们这个小帅哥。Beautiful girl, 中国叫帅哥，帅哥。这个，谢谢。谢谢喽，菠萝山叫帅哥，菠萝山，啊、哦，叫帅哥。帅哥。哦，啊，你叫美女，石雷山叫美女。啊，懂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波贝路口，这边是金边过来的，到这边就是，到泰国就是500公尺左右啊，这车的。店小美女多，美女帅哥很多的，大家看一下，拍一下美女。这个小姑娘最好看了，四个美女好漂亮。现在他们很，你看四个美女，现在他们很愿意给我拍了。你看都很年轻的，你不能删了。好，谈上去了，他们在他有没有问过他？你可以把你的履历给他看。搞什么球？一个小姑娘好可爱，可惜明天要走了。小老爷，小老爷，小老爷。老板，老爷，我不懂啊，婶婶，嗯，干不接，老爷们干不接。
不买吗？哦，几块呀、啊？你10万给他够了。够了，我这样，可是他比较，他是写什么？够了。本身都是美女。谁？我还什么标准？一个给。还有什么吗？没有。烟没有了，可惜。过来，拜拜。Hello， 谢谢。哎，你好。最好再拍全集。哎呀，刚刚拍到了没有啊？他妈的，拍到老板娘没有啊？没有啊，妈。